昨日，歌手汪峰发文祝妻子章子怡母亲节快乐，醒醒妈妈，母亲节快乐，你辛苦了。其配文照片显示汪峰身在北京某排练场，进行着2018年岁月巡回演唱会杭州站的首次排练。2018的巡演将会有更全新的升级，曲目全部重新编排，还加入了歌手中的部分曲目，同时与网友调皮互动。什么？有那首金宝剑操吗？你是说空空如也吧？当然。当被问到加入歌手中的部分曲目是出于什么考虑的时候，汪峰表示觉得这些歌都是很出色的歌。正好歌手刚结束，然后我们觉得这些歌都是很出色的歌。在设计放进演唱会的时候有好几个方案，最终定这个方案就是集中在一个单元唱出来。我觉得这些歌有的非常有意思，有的很动听，我是愿意唱的，而且在之后的演唱会当中这些歌还有可能不停地更换。对，这也是这一次演唱会的一个新的其中的一个点。对，迭代更新后的2018岁月演唱会势必让大众更加期待，相信每个人都会在汪峰带来的仅3小时的热烈摇滚现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岁月主题曲。据内部人士透露，汪峰与其团队正在策划打造全新的巡演项目，从主题到细节都会是一次全新的尝试，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。非凡娱乐北京报道。